现在我们走到的地方就是美容家电体验区。如果你想要让你变美这一条路更顺遂，我跟你讲，这一台一定要。上面有非常多的模式，看你今天现在的状况，我想要清洁呢，还是我立即需要保湿？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美肌神器记得带回家，赶快来统蜜体验。里面展示的一些 Panasonic 的产品，就是高科技啊，跟品质都是有保障的。今天我就是用了食物处理机，然后来做了汉堡，还有炖菜。它让这一个食物啊切得非常的薄，然后更快速更美味。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欧蜜概念体验馆，他们有非常多的产品提供我们更健康以及舒适的使用体验，空间都很舒适，然后看到很多智慧家电实际是怎么样可以运作。就是你今天不管是设计师还是你只是散客，我都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来欧蜜概念体验馆，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已经超乎你以前对于家电以及对于厨具的一些思维。最喜欢厨房那一句，因为厨房有就是梦想中的厨房的感觉。然后这个手工皂的话，就是让我知道咖啡渣原来还可以做这个，一个全新的体验的感觉。我发现它真的是不会的人，就是他也可以马上上手。